这不在一起呢？先吃点。挺严谨，进攻当中。哎呀，哎呀，糟了糟了！哎呀，哎呀呀，我开了，我开了。离远点，离远点。没，我开了，我开了。哎呦妈呀！哎呀，糟了糟了！火柴，火柴发亮。哦哟。哎呦妈呀！你干啥？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 哦。定定一下，把这个店好好的定一下的话，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。基本上每一家店的装修风格都不一样。比如说原来我们去的那个去的多的就是体育场这家店，里头有戏服啊，都有那个。非得给我没收了，我就不服。哎呦我操！什么玩意儿、啊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，这里是 A。 妈，哎呦，瞅着就撞上了，瞅着那车撞了，一个劲儿的倒，眼瞅着撞。 我操！好险那个车！我操！只是明天上层也没有结果的年代，我不愿意。啊！啊！啊！才给我的，钱都全了。啊！赶快下车！